Hello? Alright. 小子不见了。你要再出来吗？你不出来了。我可以加清洁剂吗？Oh, this will keep the creep. 这喝下去会死掉吗？哦，这是腹泻哦，不会不会不会，会让他腹泻了。哦，这不是这只有腹泻而已吗？我很担心，不止只有腹泻，是只有腹泻而已吗？好，这也是一种方法。好好好，行行行。那我好像三楼还有地方没有去，对不对？就是三楼我没有把每一扇门都敲敲。Hi Chuck, Hi Sally Face, 可以敲敲吗？不行，敲敲也不能过去了。好。那做最后的确认，我还可以再加安眠药吗？我会加这么多东西吗？然后看一下爸爸醒来了没？爸，那这是我们的房间，房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还是没有找到电池哎。那游戏里面有电池吗？一定有，一定有电池。爸在睡，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捡了。好，那我看我们就只能啊，安眠药，这样子超强药剂哎。超级super无敌厉害的，That's still trouble 啊，不能够加了，我猜他只能加一个吧。那我们加了安眠药，然后没有其他东西了。好，我们去把这一杯不是加的安眠药，加了那个腹泻的东西，可能会引起腹泻的东西。警察在旁边，给 Charlie， 总觉得我好像会把他给杀了一样。Hi。你想要喝这个吗？这里有一杯茶。尽管我很喜欢那个东西，但我不确定我还能够再喝任何一滴了。我很压抑，我会这么说。真的吗？但是这是新鲜、很好又很热的茶呢。Well, 也许我不想要喝太多，我已经喝了20杯，难怪会被切断它的供应。你是认真的吗？但是这是它的新的那个 recipe， 就是新的料理方式，煮茶的方式。也许艾丽森才今天才刚试着煮出来的。我已经喝了三杯了，然后我想这一杯比其他的都还好，超级好。哦，我想要，快给我。超喝，我不知道他是怎么。I don't think that was darling right in my 我不觉得他在我的肚子里面。他不会，快去厕所，你不要再。我觉得我快去厕所，你在这里，我必须要走，现在不要碰任何的东西，不要碰任何东西。他在厕所里面。Oh god, that smells， 闻起来很糟。好，我们在他房间了。他房间还有别的东西吗？就只有这个，他房间只有这个可以拿。Got a toy， 拿到了。没有任何的重要的东西，只有一些诡异的玩具。好，他房间没有需要调查的东西了。那味道很难闻。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去给谁？直接拿去给警探了吗？我还有什么可以触发的东西吗？没有人在家，我还没有找到电池我总觉得好可惜会不会电池是要去楼下偷那个贩卖机？到底电池用在哪？好讨厌哦！我要去地下室先找一下 Larry 吗？好不好？我们先去跟他讲一下，跟他讲一下哈。他是包在那个对，包在那个塑胶袋里面。好，我们去找一下 Larry， 跟他说我们找到证据了。接下来我们要干嘛？Larry， 找到你了！你这个奇怪，感觉好像才是真正杀人犯的家伙。Hey， 我拿到了。All right， Mr. Smooth's crime did。I know you could do it。Yes， man。Thanks， man。I was nervous for a second there。我在上面还挺紧张的。I bet， 我相信。Now all you need to do is give this to the detective， 给那些警探，然后就可以了。好、哦。那我就去给警探喽。
所以楼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总觉得好像这游戏比我想象中的还大一点点。可是，也许我可以跟这里的鬼做好朋友。不行，我都认识的那个他不是什么 boss 之类的吗？我都拿到这个504的钥匙了。感觉就是那个小剧情吧。可是待到现在，好像用安眠药也行哦。也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成就，好吧？我要给这个侦探还是给楼上？给楼上好了，好吧？给那个讨人厌的家伙。刚刚大家有听到咚的那一声吗？啊，应该是四楼，不是五楼。嘿，嘿，我找到证据了啦，你找不到。Grumble grumble。没有哎，我觉得我找到好，我要找到好东西了。What the hell you're talking about? 你到底在讲虾米蛙哥啊？我拿到了这个。嘿，听着，我在这里很忙。如果你有什么任何重要的话，去告诉那个楼下的那个警探。啊，所以不能告诉他哎。好啦，果然是只能拿给一楼那个好好警探。我还以为就是要逆向思考才能思考出一些新的东西。好了好了好了，警探，给你。我知道是谁做的了。你是跟了那个 Larry 那个家伙讲过话了，对不对？嘿，我没有办法太相信年轻人在侦办这些东西、啊、我在侦办这些东西的时候，没有办法太相信年轻人，尤其是这么重要的案子。嘿，听着，我很开心你这些小家伙尝试着想要帮忙，但是，至少你要给我一些有用的证据，去来证明那些东西。嘿，我有证据。让我看看。这是从 Carrie's 的房啊 ，Charlie's， 我是不是一直念错他的名字？Charlie's 的房间找到，对不对？你怎么会拿到这个？我在跟我的新邻居打伤害的时候，你知道，去尝试介绍我自己给大家，然后聊着聊着，跟 Charlie 聊着聊着，他就秀给我看他的那些玩具，之后我就尝试着，我就注意到了那个东西上面有血。之后呢，我就想说这可能会有用，所以我就把它装进了我的午餐袋里面。Oh, well, little detective， 小小侦探哈，正在训练是不是？哈哈，干得不错，小孩子。我会帮你保管这个，所以只要确定下一次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把自己一头栽进去这些危险当中，知道了吗？是的，遵命，我知道了。他不见了。海迪森，我还可以再要杯茶吗？不行啊，所以 Charlie 被抓走了吗？我们去看一下，他是被抓走了。Charlie， 他还在大便，他没有被抓走哎、欸。那我们去一楼好了，一楼好像还有一些右边，我们右边还没有探索，对不对？我突然感觉好有罪恶感哦，肚子感觉很痛。哎，可以过来哎 ，Welcome home， 欢迎回到家。这里是哪里 ？Live， 离开，不能过去，可以吗？不行。离开了。Hello， 警探。Good work today， 今天干得不错 ，Sal，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他被抓起来了。咻！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可能对你过敏。他说我是无辜的，我发誓。I thought you're my friend， 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哦，我真的心中有一种感觉，应该是 Larry 干的。然后一切都只是他在栽赃。Sorry, man. Sorry. 哦，这是什么？右边那一张脸，这应该是。遗车，遗体车，就是运走遗体的。No one was around, so I look into the back window of the van. 没有人在周围，所以我就从这台车子后面看了进去。Holy shit！ 等一下，他不是喉咙被切开，他是头脑整个被劈开。所以是 Larry 在说谎哦。Such a horrific night, a sight for anyone to see. 那种场景，任何人看到都很糟。就是很恐怖。
啊，更何况你还只是一个小孩子，15岁就已经见过了梁琪这么糟糕的画面，一定非常非常对你来说非常非常难受。当然，我猜。And all those years later， 经过了这么多年，所以那是我小时候的回忆。The new evidence that finally proved Charles was faced and accused。经过了这么多年，新的证据显示 Charlie 是就是无罪，无罪释放。After so much of his life spent behind bars， 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在栏杆后面，就是监狱后面的日子，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算是把他送进冤狱，对不对？I'm not confident it wasn't him. So you have said， 所以你说了，呀、yeah, ，他刚说 yes 不是 so yes， 所以你说了，那 Larry 怎么样？所以他怎么样 ？Like I've said， 我已经说过了，那家伙是我最好的朋友。直到高中，所以高中结束过后呢，我们已经说过这件事情了。我已经跟 Larry 没有任何的联络，自从我们毕业之后，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所以他们现在在找凶手、欸。你听起来好像挺生气，就是当我提到他的时候，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一直重复在讲这些一样的问题。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我以为你来这个地方是应该来帮我。我懂你的挫折感 ，Sal。我懂。我是很想帮你，但是你感觉好像在隐瞒着我些什么事情。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帮你，除非你告诉我所有的事实。你懂我在说什么吗？你懂为什么人在这里吗？呀，我懂。不幸的是。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访谈的时间结束了。等等，我是关于 Larry， 很抱歉 ，Sal。You know， 尽管，如果你想要跟我说一些其他东西的话，请跟我约下一次的行程吧。拜托，把这些东西记在你的脑袋里，下次的时候告诉我。下个礼拜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Before your trial， 在你的审判之前，所以我希望你可以让我帮你。审判，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杀手 ，Sal。I don't think you're。我们身上穿的是。球衣吗？ You might be the only one. Oh my gosh. 我刚前几集就一直很想讲 Salivate Cell 真的长得超级超级超级像 Michael Miles、Miles Michael Miles 哦不行，拍到麦克风了 Sorry， 听起来一定会很糟。我们是囚犯哎、欸、That's it， 结束了 ，Episode One Salivate， 哇，这几集下来，好赞哦 ！Oh my gosh， 大家还喜欢这款游戏吗？我觉得这款游戏好赞哦，悠悠的，希望朋友们会喜欢这个系列哦。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帮这个系列点一个喜欢，分享给你的朋友。我是讲认真的，在底下多留一些留言吧，我真的超爱看你们的留言，所以在底下留言的话，我每一则留言都会看。那么也记得订阅我的影片的频道，最近影片快要突破90万了 ，Arigato gozaimasu， 一直没有跟大家说声谢谢。那么我们下一个系列再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